微信上搜一下，搜锅，你看郭氏钱罐一搜就出来了，就建议抖音上的散粉猫猫们都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，就每次有紧急任务的话，这个钱罐都会发出来。那就是很多人呢，他可能也不知道说点进去要怎么做这个任务，那今天给大家就示范一下，我们从开头到结尾都会给大家示范。那先看好这个每日基础，之前我跟大家说过，现在的基础数据都是寻全花堂加上联通打卡。那你看第一个联通打卡，把这个二维码保存下来，然后去下载这个中国联通的 APP， 然后大家就可以直接去打卡就可以了。啊，这个是那个活动，反正大家就是把这个二维码保存下来，去下载中国联通的这个 APP， 然后去扫码就可以了。然后看这个第二个明星权利榜，然后你看直接阅读原文，反正大家直接进去，然后按照他的指示就可以了。阅读原文都在下面，然后你看这个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个，你看每次都是点这里的阅读原文，然后这个品牌的话，你直接点随便点进去一家，然后浏览一下。哦，它怎么是这样？打开了，刚才你看这样能打进去浏览一两秒就可以。然后再看一下第二个，你看这些都是能找到的，你看这些腾讯新推榜，它每个任务的链接都在这个阅读原文下面。那可能这个呢大家不知道怎么做，给大家示范一下，进去之后呢先关注一下这个王一博的这个王一博这三个字，然后你看打榜这里会有东西，然后真的这个呢就是可以免费送给王一博的。然后这个道具呢是要去赚金币才有的，所以我们把拉到这个金币，然后你看点向我的金币赚取更多金币，这些就有相应的任务，大家就可以跟着做就可以了。然后我再看一下其他的，反正这每个任务的左下角都是会有阅读原文，然后可以直接到达链接的。你看这个应该是要搜王一博吧，就是其实小程序也是有的，它应该是有小程序的。哦对，你看刚好可以打开，然后这个就是找到我们自己的这个，然后点进去盖楼。哎，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是评论多然后又被封禁的，然后大家就是点进去点评论，然后就可以做了。这其实都很简单，你看像这些反正每次点进去，你看它这些什么大屏解锁呀，只要点前面这个蓝色的字体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些就可以了。你看这些大屏解锁在这儿，点进去之后呢，你看有投66票的，也有那种进去是看视频的，我看一下能不能给大家找到。我看一下，这个也是投票的，然后再看一下，你看这些，你看这个是我今天搞完了这个，有些你看有些是完成看视频任务，这样点进去。为什么说现在很多老师都在用？其实真的很简单，这些数据如果你是散粉的话，就跟着波士钱罐，你看每次点进去它都有相应的这种对接，反正要么就是左下角的阅读原文，要么就是直接点这个数字前面的一个蓝色的字体就可以直接进入。反正基础数据和这些数据都是很简单的，至少你要把这个基础每日基础先给完成，这五个东西真的是一分钟就能搞完这五个东西，所以大家真的都坚持做一下，真的真的。抖音。